么你也想一起来做爱心吗？台湾儿少协会的红包传情活动号召每个人只要捐赠100块钱，儿少协会就能将你的爱心来传递给各地的弱势学童，让他们也能够开心过年。今年哈，因为我们今年是第七年了，那往年很多像过去就是去年跟前年，我们大概可以募到大概是14000个，也就是说可以募到140几万。那这14000多个要遍布到全省，也会让我们做事是忙一阵子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就想说，我们把这些小爱，好小小的希望，把它集合在一起，好变成一个让大家有温馨又圆满的一个年。红包传情的活动，红包传情的名声是越做越大了。原本只有三鶯地区的民众来响应，但是这几年协会不仅经常收到来自全台各地民众的爱心红包，甚至连侨胞企业集资都来共同的加入，要让各地弱势的孩童和一般的孩子一样，能够在过年感受到收红包的喜悦。